推荐这一家，推荐这一家。你说你五年前来买的？对，这一家包包我蛮推荐的。我们买另外一个背包啊？后背的吗？对啊。这家包包真的好看，我推荐，因为我之前买的包包，西藏人都觉得好看。那个也蛮好看的，可是好大。假的，这是40块。四十块。你这还评估那个？这个40块，这比刚才那个好看。跟他杀一下，杀个价，杀个价。这个花色好看吗？这个你刚拿这个、啊？对啊，还不错啦。虽然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嗯、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吧，还是这个？这个太小。太小了。这个有点太大。嗯。这是只有这边这一家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为什么比这个还要便宜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他心情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那个，这個、好像原住民的那个。随身包，这个搞更便宜了、欸。对啊，还有铃铛呢。有小个的嘞。这个还有铃铛呢。小个的。讲小个的。这个不错，可以问一下多少钱啊？哎、欸，看一下。可是有冰糖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。老板娘嘞？哎、欸。这个吗？你问他多少钱？这个要35，差走走走。毛线哦，不一样材质，不一样的材质，对对，不一样材质，这个比较贵，35，这40。不过这个就很有这样这边，可是对啊，就跟我那个迷你版的，很可爱。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要是我会觉得这个 CP 值比较高，这个 CP 值比较高啊，对。这也美。那你刚刚讲说35块，好吧？没折，没得折，没得折，40块其实已经很便宜了。那你这个，这个要收多少钱？这个我不知道拿去干嘛？装热水壶出门吗？不是应该这样开？可是这个好像装不重哦，这没法装太重的东西。哎，刚刚那个多少钱？哪个？这个。刚才好像是说是。55，不是45，是不是？哦，45，对。对啊，45吗？那这个当老板刚说就是多少？45，55。这个也是毛线边，怎么了？这不能便宜点吗？这好贵。这是这个，你看，因为它是毛线边。对啊，这个算机器弄的，不是外面。这个机器做的啦，那个是编的啦。对啊，手工编的。布的，这个呢？毛线是这种。哦，毛线是那个。那你说，那两个一起买？50啊，50，两个就是100。你买一个也50，买两个也50。阿姨，45可以吗？这么美。买两个啊，买两个。买两个90，这样 OK。90块，好啊，那就那个啦。洛龙巴登商店这一家不错，推荐，赞赞。哎，来看一下，开箱。开箱，现场开。哒啦！这个原本55块，然后现在杀了10块钱。直接包包就换，现场换。所以现在一个45块，大概台币，200出啦，要不然。200块左右啦，200块，哎，有秀不？这个200块，有秀。小小个病鬼，听得懂吗？马来西亚有听过这样讲法吗？爽到这样翻？不是，小个病鬼就是便宜到翻过去。对对对对，那、你们怎么讲？很便宜，很便宜。啊？好久真假板机。金价板机哦，真的很。金板机啊。很福建话，很福建话。我们这一起小个病鬼，啊，你要你刚好直接背了啊。直接背这里。
那、啊、这个收起来啊，你这个就放在里面啊，直接背啦、啊，那么好看，啊、你把包包整个塞进去了。对，我是这样想。好啦，现买现背，哦，好看好看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错啊，好看，可是好背吗 ？OK 啊 ，OK， 因为它动起来不会很重。对，现买现买现背，不错，纪念品买到了哈，麦哥赶快购买一杯纪念品啊哈。The sky in the sky.